露出了今天最开心的笑容。这不是包租婆吗？那个是隔热的，被自己可爱到的。先把它梳开对吧？待会儿。对对。这不叫包租婆，这叫阿泰尔，我快富起来了，心机狗，这是姐姐的心机狗。音质下爽啊，可是我的手臂在抖哎。对，然后就是费了很大的力气，看上去是很帅气，但是其实挺怂的。好了，很费手。下班了，女明星辛苦了，拜拜，打板。